本是，哎呀，耀翔哥就是那么 gentleman 的，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，很 gentleman， 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先跟粉丝们打个招呼好不好？一起演出嘛，可以更透露一下吗？在演出的时候有什么笑料吗？什么？我们有很多笑料，很多笑料吗？每天都很开心。没错，我们大家拍戏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融洽，然后就跟一个那个小家庭在一起，然后每天都很开心。对对。很棒，这样我知道呢，夏薇呢在戏里是女扮男装，对不对？这样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女扮男装的，就是女扮男装。因为我平时比较怪吗？对，就你觉得通过也会比较难一点？对，就是平时我的打扮都比较偏女人味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今天这样的嘛。对对对，然后就在戏里面就是要一个很不同的我，就要很 man。所以喜欢吗？这种挑战喜欢啊！我觉得作为演员，就是有机会去演不同的角色、不同的人生，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。对，这样耀翔哥呢？今年呢？今天我看你呢，真的是春风满面呐、啊！所以说，风风喜事精神爽。今天觉得会得奖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能不能得奖不是太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能过来新加坡跟现场的观众见面了、啊。我觉得，这个机会很难得，每一年都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对，我们也很高兴你来了现场。好了，谢谢两位。谢谢